是我今天化妆的问题，觉得我今天有点丑。比一下，我只是个化妆的。是我这里拉不上了。你是谁？然后我去找姐姐，然后让她给我放宽了2厘米。在我旁边，坐久了，好像没有脸说这句话。你喜欢你？又瞎夸我哪里是帅？我一点都不帅。然后我还在不停的吃，我今天吃了一袋锅巴，吃了一个沙琪玛，我吃了两袋锅巴。吃了一袋虾条，我的口红有点没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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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三元的奶茶，谢谢念念的奶茶。先放在这里。因为我们今天都没有做发型嘛，然后都是自己搞的。谢谢稳健的奶茶。呀呀，涂的一点都不均匀。姐妹们，看一下自己的领带，军队是小提琴 ，NC 是百合，然后 NC 是百合。哎，这个是放进去的。什么百合 ？NC 是百合。哎，你是军队是小提琴 ，NC 是百合，这个是我们一个爱心。我反正我是一个爱心。来，我看一下你的百合。这是百合吗？百合的。没有，是这样。看你的百合。哦，是。不需要百合，我是菊花。这是一种步骤很大的。哦，就是这个花，哦、是百合花。是百合花呀。是百合花。对，这是总哎，总看你总选不可以露出来吧？应该可以的。哦，你们是这种做作业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爱心。三角函数，想到了。塞进去。我一直在吃东西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面前。我刚刚也看了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全是已经吃完的零食哦，我还吃了一盒威化饼干，然后再转过来。第一类是什么？爱心。什么？爱心。爱心。所以说不能再吃了。我今天晚上结束，我一定要去走一走。我昨天还吃了一盒泡面，就很后悔。谢谢小青蛙的玫瑰花，有没有觉得我胖了？我胖了吧？是。
死亡问题谨慎回答。我怕了。我今天吃了这么多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倒立。等我今天彩排完回去，我就要看你们倒立，每个人都要发一张自己倒立的照片发微博，然后艾特我。万一不会的。如果不发，我就开除粉籍。我当时想知道有哪些老师能让他。我好胖呀！哇，我要是我没有你这种颜值，我要是这么胖的话，肯定我眼睛比你小吧，所以我一定会上镜眼睛更小。明天我还有空腹，明天不打算吃饭了。我感觉好像每一次总选或者是金曲的时候，就是我最胖最肿的时候，还没有我公演好看呢。整个脸就跟一个发面馒头一样。别看我现在直播是这样，然后等我上镜的时候，然后这脸就突然就蓬起来了。我感觉我好像最近长头发了一样，最近碎头发特别的多，有可能是断头，但也有可能长。这就说明什么？熬夜会长头发，建议大家踊跃尝试。然后都掉完了，我还没有头发，这样才能显得我发量足够的多。我本来手机没多少流量，太久点了，这个衣服换的太久。我今天我手机没有多少流量，所以我就直播一会儿会儿，我就要下了。哎呦，我最近给我充了好多流量的，都不够用。因为我来这边无聊就坐着打游戏嘛，或者听歌啥的，然后就很费流量。打什么游戏？养成游戏。不是那个奥比岛，它还没有出来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个奥比岛它不是还在制作嘛，但是它有几次就是内测，然后它就发了抽了一部分人，然后就去参加内测，然后它一共抽了3次还是2次都没有我，然后我身边的小伙伴却被抽中了，救命！我就一个大羡慕。那可是我的童年呀！盼星星盼月亮盼奥比岛，赶紧出手游。他好像预计的是10月份就可以出来了。对呀，内测都已经内测完了，我不知道是2次了还是3次了。
你们都在干嘛？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五。今天星期五，为什么没有什么人啊？看乒乓球。那你们看吧，那我下了。我看了，下了。因为我没有多少流量撑着。不用我的，你。咱俩一起用的话会很卡的。他没限流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那会儿连了高蔚然的就卡的要命。我说我那会儿连了你的 WiFi， 然后卡的要命，我就给关了。谢谢三元的玫瑰花，谢谢卡卡的奶茶。我太无聊了，我本来以为要上的，结果还不上。拜拜，我下播了。谢谢三元的一票。哎呀，我太伤心了。